刚才又感觉到那个金钱地震了，金钱地震又反，好像又反过来转了，反过来转了。我看到一个飞碟啊，在天上一个飞碟，要比地球大得多啊。它似乎插了一个针呐、啊，插了一根棒棒，像一根针呐、啊，这大小比例像插了一根那个毛衣针呐、啊，串到一个东西上面。它脚两下子，地球就是范围就转了一下，脚两下子就范围一下。转一下，但这个针我们眼睛不一定看得见啊。对他来说，就工作的时候像一个针一样的，就调那个地球范围啊，任意可以调地球的范围啊，调地球的范围啊。实际上，地球啊本来也是那个外星人造的，地球啊也是外星人造的，它只是忘了那个原来那个旋转空气的时候能够改变温度，这个他也没想到啊，这个是科学真正想到的。所以啊，他现在刚才对地球做一些调整了，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啊。这些调整的时候有信息过来，所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，天旋地转，哎呀，我说也这转的晕的那个眼睛的，晕的那个，哎呀，说摸那个稀罕呢，摸稀罕，既然没办法过日子了啊，再见啊，我知道你们在调节那个地球啊，你们自己调整啊，自己调整啊，有什么信息我再反馈给你啊，再见。